关注生活，让自己变得快乐。放弃执着，坚持就会变得不错。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，还等什么最对的选择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。路在脚下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。蓝板黄金木花刀，关注生活，让自己。